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还得几天解封啊？早了，快了，快了。那给不给发点东西啊？慢慢的，别着忙。好。发两红包。不能出门啊？啊？不能出门啊？就是只能在院里啊，大门不能出来啊。没啥吃咋整啊？没啥吃，匀乎吧，上人家借点，就给点的一嘴哟。他妈谁都不坚持两天就妥了啊？那坚持两天就好了。借匀乎得了吧？哎妈呀，这。